好吗？你个做人的小三，你现在过去破坏亲家的婚姻。一家团圆，小三搞失忆，到整公家抢小孩，反被阿母赏巴掌。这是三千万，是你唯一的机会。你搁丢丢啥？你提钱又存钱啊？台巴一家团圆日前上演黄轩和家父于冰燕的儿子全全失踪被绑架，后来黄轩意外得知原来儿子失踪戏码都是小三莫妮卡策划的。你是安怎叫人去搞我的囡仔白走诶？因为你是安怎完成你的交易？伊全部拢讲啦，你卖什么拖嘴？我阁无就是无啦，我不准了你侮辱我！我要放！创啥？你这是干啥哩？一撞之后，莫妮卡居然大失忆，还忘记自己是小三，光明正大跑到正宫娘家去讨小孩。哎、欸，阿公，嘿，是啊，别惊，是我。你当作来只偷鸡哦。我今日是来甲圈圈带走的。光头白日，想要甲我孙白走，你当作台湾是无法律的哦。啊，莫妮卡，你过来创啥？这查甫人啊，欺门打好了，光要甲圈圈带走了。咱按一个失意的，啊，今仔按一个失地的，你是要爱个当时啊？我未来大概是要看孙，你无资格动。萱萱，搞来等，安怎啦？萱萱，昨天卖新车，我要出去。算我拜托你，卖阁闹啊，先调转去。不要紧，你先转去，怕人我来做。你一天无好，我甲萱萱带走，我就逐天来恁家门口等，等到有一天萱萱愿意跟我走，叫我一声妈妈。我你爸，你目睭内底敢有做我一个妈妈哈？妈，你哪来啊？那是你妈妈，阿哥我。阿妈，阿妈，你个做人的小三，你现在过去破坏亲家的婚姻。阿妈，你敢念去？你这么假讲一句，我是你下人道民主。家门不幸啊！亲家，亲家姨。真正出歹势，我真正唔知影我的查某孙会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代志，是阮无解教好。我伫这搁一届甲亲家害死嘞！你即马咧创啥？阿妈咧去替你回死嘞啊呢？你哪免讲话啊？啊，我甲伊回死嘞，无可能啊！妈，我甲正南两个人是互相意爱，我若无做唔着什么代志，我怎会回死嘞啊？做卡在到今嘛，只要是台湾的，你就是失去理智，无讲一切，这届搁较离谱。去做人的小三，我们很愤怒，我们很愤怒。我为正南付出这么多，我为着伊，伊都无接啊。我甚至为着伊，接受全权，甘愿做全权的后母。我只是做全天下查某人拢做的代志，我只是想要跟你所有人做伙，我你做对唔对？在感情的世界里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